他们是来自台湾的红粉知己，我是笨笨的美少女，大力一点，是什么让美女小花变成丑女无敌？视频截下来贴在门口都可以辟邪，有这么丑吗？她的活跃嗨翻全场，我喜欢姐姐，更是引发现场导演首次公开亮相。芝麻开门，3月25日晚10点播出。